什么什么？不可能，难度终于更新了。但由于本次更新非常难，所以暂时不考虑打爷爷奶奶双敌人。本次模式更新作者并没有给出详细介绍，我体验了半个小时后得出的改动有以下几点。一、敌人移速大幅度提升，比原来的极端难度提升了非常多。二、黑暗环境强制开启，玩家的视野将非常受限，黑暗环境加敌人提升已经非常难打了，稍微不注意就容易被抓。三、地板声音增加，并且范围扩大，现在主房子的地板声音都不可以靠走位避开，所以处理敌人将变得很难。四、敌人的死亡时间只有15秒。第五、拦截触发的反应时间缩短一半。目前我发现的就这些，你们玩的时候有发现可以补充一下。然后由于书本可以封印奶奶，然后奶奶不会再出现。为了不让游戏那么无聊，我将会把它放到最后一个步骤再进行。OK, 宝宝们，我们开始吧。
Thank you.
Yeah.